大家好，我是醉影，今天带来继《拳皇九八四》联机版的比赛解说。这场比赛是小孩大战张以希，双方全主力对抗，小孩、不知后、克里斯还有八神。现在张以希用雅典娜作为首发，莉安娜守底。莉安娜克制八神吗？可以，其实是克制的，但是能不能克制了小孩的就很难说了。现在克里斯抓到一个机会下踩后抓，然后推过来接一手必杀，推推推。大招以后，张雨绮已经损失掉半管血，然后张雨绮肯定是哎起身就要升龙，选择发个波。只要被张雨绮的雅典娜抓到一次机会，小孩其实就稳不住了。但是这一次机会特别难抓呀，感觉。克里斯又来了一个大招，推推推。张雨绮下一个角色也即将登场。现在看张雨绮的不知火舞，来看不知火舞能不能拿住克里斯。现在克里斯弹跳在地，对手滑铲套招，哦飞顶，这个飞顶漂亮。落地头，然后下盘再投，低头上去接个烧，后面小孩也是选择，哎呀，又一个中段闪到了。现在不知后继续怼上去，扔大招上结束。我们接着看小孩下一个角色吧，这一局也是直接打出抛飞。下一个看小孩的不知后出场，不知后很多高手都喜欢用啊，因为他伤害实在太高了，高的没有道理。张雨绮推，哎，落地飞顶，但是还是有了破绽啊！张雨绮试图打一个无责任，烧完之后，小孩，哦，小孩影子闪身躲过，知道张雨绮要干嘛吗？猜得这么准吗？现在落地扔，哎，小孩继续跳 DR 的起身，张雨绮快速一个能量躲过，今天都特别认真呀！突然发现，能影子闪身的绝对对影子闪身，然后抓住了破绽，空中一个飞顶，落地带顶，哦，一个花式头，还想再来个飞顶，但是这一下距离不够。张雨绮还是很自信的，对着花式连击，小孩也是一扇子扔了过去，没了。花式没有赢，可惜了。现在看张雨绮的莉安娜现身，我们来看莉安娜这一局能不能赢。莉安娜开场就给他一发跳飞地，哎，但是不知后也是一扇子扔了过来啊，扔过来之后摔，然后跳低压子起身，莉安娜还是一个钢丝地刚了出去。现在莉安娜再次，哎呦，飞顶稳住。不知后进行一个暴气，暴气之后莉安娜看着该怎么打。莉安娜又一发跳在地，轻拳掏中段撂倒，漂亮，轻腿追加，落地大招炸。现在双方还是来到了第五个回合，小孩的八神登场。这个经典的八神在九八 C 里面来看行不行？现在八神速度很快，他使用的是暴走八神，速度是普通八神的二倍。张野希则手到半一斩，哎呦，手到半一斩，哎，再则八神呢？八神强反应就这样交了啊。那么交强反应以后，八神就彻底废了。张雨绮拿到第一分。小孩这第一局有点慌啊，八神也没有稳住，暴走八神的灵性没有发挥出来。我们接着看下一局。下一局，我们来看小孩继续选人呢、啊。克里斯、不知后、八神，又是这三个角色。看这次这三个角色怎么样？现在张雨绮用莉安娜。就用雅典娜作为首发，这两个娜字辈总是有点串啊。小孩用克里斯对抗，看这一局效果怎么样。现在克里斯先防一手，雅典娜呢，雅典娜直接被投了，滑铲后抓，正用前手滑铲接必杀，推推推，推到角落，克里斯再给他来一个下踩后抓，又是一套反过手来大招，推推推，闪现以后想骗闪身，克里斯压的还是比较紧俏，但是凤凰剑一个反射这就中了，这是雅典娜的厉害之处啊，特别是这个凤凰剑反射，凹到之后就可以上大招，凹不到也没有什么关系。现在雅典娜升龙升上去，空中再电他一下带走。我们接着看小孩下一个不知后，电出了一个五十连呢。这一局雅典娜也是彻底爆发了啊，彻底释放了，连着连的很稳。现在不知后暴气准备把他一套带走，因为不知后暴气以后一套带走人实在是太容易了，对手的一管血都不够打，就这么夸张。哎，雅典娜又一个空投把他投下来，现在投下来之后又开始了 CD 两次，哎，谁尾连，小韩没有受身，刚才张雨绮也失误了，哇，这是一个巧合，在失误中又连上了一套啊，升到空中结束了，直杀小孩的八神，小孩就显得太不稳了，这局就更不稳了。现在看他的八神稳不稳？
哎，巴神跳一跳，现在练雅典娜闪现，呦啊，闪现想骗抓凤凰剑又被打中了，巴神强反交出，强反也被防了下来，完了，哦，雅典娜抓到这次机会肯定一套带走，因为暴走巴神太脆了，只要没有了强反基本就没了。现在张恩熙又拿到了第二分，太猛了，今天张恩熙的表现。我们接着看下一局，好，下一局小孩看怎么选人，会不会换人，应该是不会换的，因为他这三个角色已经很强了，只要发挥的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嘿，还是老三个人，这一局的话小孩还是用克里斯对抗雅典娜，只要拿不住这个雅典娜就是很难搞，只要让张恩熙的雅典娜打出头阵来，那么后面就会很被动。哎呦，克里斯又抓住了，这一下应该可以下踩后抓，然后反身位推个必杀，推推推，推完之后克里斯继续向前压住，好，跳飞地，跳飞地压住，轻脚点他后面，好，呦，后面发了个不二的雅典娜，但不要紧，克里斯还可以再稳一波，克里斯来了，大招推推推，后面下踩后抓，又一个大招后入，哎呀，现在来到张恩熙下一个角色了，雅典娜是终于废了，雅典娜废了之后啊，张恩熙后面还有不抽也挺花式的，现在克里斯，哎呦，克里斯直接闪身掏反身位，不之后用一个扇子发波，但是现在如果刚才小孩影子闪身的话还可以抓一手破绽，现在不之后爆气了啊，反正爆气后距离不够，没有怼到角落接超杀，你看这一个张恩熙的习惯啊已经被小孩摸透了，基本都能闪过，这已经是第二次闪过他这个套路了，所以说这个木牙的套路不好使，只要对手有气一个闪身就过了，现在小孩又一个大招推推推下踩后抓，哦，要上张恩熙的雅典莉安娜了，第三个回合看张恩熙的莉安娜出手，哦，撂倒雷欧娜，暴击两次被弹，哎，两次 CD 衔接没有衔接好，但又来一次 CD， 看这次小孩能不能反穿三后抓，又来了，哇，莉安娜强反交出闪身重手套，哦，轻手轻脚一点接超杀大 V， 好快的速度，这也是莉安娜的一个绝杀。好，接着看小孩的不知火舞出场，暴走神物打不知火舞其实还是可以打的，就看前期吧，前期这个强反不要交得太早就好，现在不知火舞呢，哎，比较谨慎，轻脚两点大招空了，哇，超杀空了，莉安娜强反还是交了，然后现在血量也不多了，现在莉安娜再爆一气，但是这次爆气应该是很难抓机会了，哇，一个火尾直接的烧死小孩，拿到他的第一分不容易啊，这分拿的。接着看下一局，现在比分张恩熙还领先着一分呢，下一局张恩熙还是雅典娜不之后还莉安娜，全女角色出战，全女角色申请出战啊！现在小孩用克里斯作为首发，还是哎，雅典娜试图就压过去啊，他的凤凰剑反身位还好使吗？这一局咱们看一看，凤凰剑被弹跳在地，现在哎呦，轻脚两点开连招，但是没有接好啊，现在克里斯继续弹跳一个 CD， 雅典娜起身闪身就被抓了，抓到以后克里斯要跟他一手大招推推推，好的下菜后抓，然后一个后路的必杀推推推结束。接着看下一局，雅典娜就这么跪了，接着看张恩熙的不知火舞姐姐被小孩找到规律以后啊，张恩熙现在是非常难受了，哦，套路不好使了，希望张恩熙能用新的套路快速对出来，再换一换打法，刚才那个打法是完全不行了，滑铲飞落地 CD 弹跳飞，哎，一个奈落倒地空投落地轻脚，然后再这一个中段又闪到了，哇，好花式的不知火舞又出现刚才那一套花式连了，现在扔上去一个大招到小孩的克里斯交代了，接着看小孩的不知火舞啊，第三个回合看小孩的不知火舞能不能力挽狂澜，现在他直接爆气，爆气之后一扇子扇过去，哎，落地轻脚扔落地一个滑铲扔啊，这是属于
超杀到，完了，只要中超杀必死无疑，没办法，这就是不知后的可怕之处了。我们接着看张雨绮最后一个莉安娜，第四个回合，看莉安娜这一局够不够劲儿。不知后直接爆气啊，莉安娜斡旋发射，不知后再冲过去，莉安娜继续进攻，跟着莉安娜斡旋发射，不知后好机会，莉安娜要上了，轻脚追加扔，让轻脚追加扔 ，C 头之后接一个大 V， 后面小孩三分之一的血，莉安娜接着把他投下来，投完之后再一个大 V。后面小孩还剩一滴血，莉安娜进攻，哦，八神要出现了。其实八神这几局都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啊，不是开场就是跪得早，然后就是后面用不到八神。看这一局终于用到八神了，八神的实力还没有被他完全展现出来。现在八神刚一口 CD， 哎，刚到角落再跳飞制裁，对手蹲防了。莉安娜呢也是比较紧张的冲了一下，冲完之后中断，哎呦，百合折钩，然后闪一下，现在莉安娜继续稳住，八神又一个套，好，八神机会，中手前一手葵花爪接两段开吧，葵花青云摁倒，然后葵花三两是，哦，终于带走了，现在比分拉平了，双方进入到最后一局的对阵，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，最后一局。咱们来看最精彩的一局了，看着最精彩的一局，谁才是这最后的王者？现在小孩用克里斯首发对抗张雨绮的雅典娜。哎，雅典娜下盘先掏一下，然后雅典小吸没有吸住，克里斯肯定是怼过去了，怼过去之后推跳飞地压，凤凰剑反身位，克里斯又一个后手，这个后手打得漂亮，大招推推推。后面下踩后抓再来一套，这金手滑铲接个必杀，推推推，好的，闪现过来又想骗闪身，其实在高端局中这种骗闪身的套路很难用上，对手肯定会起身的，因为有一个明显的动作在骗的时候。好的，来看第二个回合，张雨绮的不知后，克里斯现在主动向前压制，但是被克里斯又掏了个下盘，大招推推推，现在小孩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，掌握了优势，张雨绮明显有点力不从心了，又闪现想骗闪身，现在不知后究竟还能不能行，节奏有点乱啊，不知后我哇，哎，又被点了个下站轻脚，哎呀，被点到之后呢就又没了，现在抓过来一个大招，哎，一个滑铲就带走了，滑铲连直杀张雨绮的莉安娜，这一局不会被穿三吧，这么惨的吗？现在看莉安娜出手，好，压住起身，莉安娜爆气，爆气之后就直接打逆向轻脚一个跳杀，手到半展升空，好，可以秒，绝对可以秒的。好的，现在来到小孩的不知后五，看这局能不能拿住八神啊，拿住这个不知后，对，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因为暴走人物嘛，几率还是很高的。现在不知后暴气，也准备来一个狠的。蛇跳飞地，直接上手刀半一斩，扔上去一个超必杀大必炸，然后手刀半一斩把他接住，一套秒，又是一套秒。那就快速来到八神这里吧，看八神这一局会不会被秒？我们是没带。现在八神直接杠了一手 CD， 葵花三十到角落，然后谢风，葵花千云再摁倒，再来一个跳，哎呦，对手还是闪过去了。现在看八神百合折中招，中招以后葵花爪接两段，莉安娜又一个大 V， 大 V 之后莉安娜压住，八神跳飞还是跟上去了，跟上去之后葵花千云摁倒，然后葵花三十接入大招六六六，好，轻腿谢风。反手抓过来一个天堂之眼，张雨绮没有血了，小孩3-2反超，太猛了，大家来不关注，每天更新。